这方道场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中是否必须来者不拒？原则上是如此。啊，如果这个出家人他是个不守规矩的，他是个破戒的，你也来者不拒吗？啊，过去。 这我们都没见过，啊，老一辈的老和尚啊，常常讲这些故事给我们听。啊，古时候丛林挂单，真的是十方丛林，现在十方丛林没有了，哪个地方有十方丛林呢、啊？ 啊，设防丛林是绝对没有分别的、嗯。现在道场都要讲人事关系。啊，你跟这个道场里头人有熟，才能住进去。你要不熟，人家不敢收你。 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你从哪里来的？这个道场人不知道啊。啊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有冒充出家人的，啊，还有一些犯法的，啊，找这个地方来做避难所的都有，啊。 你会惹上一身麻烦呐！这个都都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从前凭什么凭戒的？啊，你真正是个出家人，你在哪里受戒的？啊，这可是一定过去，你从哪里来的？啊，那你在从某个道场到这来的？你在那个道场住了多久？ 如果在一个道场住三年以上，你到这个地方来挂单，问你为什么要来？啊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会留你。如果你是常常、常常去挂单的人，人家怕你，为什么呢？你跟哪个道场都住不好，那你到我这儿来也住不好。啊，所以答应你大概什么？三天、五天。 你就得要走路。啊！不敢长留你，有道理、啊、这从经验当中得来的啊！你没有恒心呢、啊，没有耐心呢、啊，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你跟人不能处不好。 啊，所以说该留的你要留，该拒绝的要拒绝。啊，这是古人留下来的例子、啊。